直播，所以你们比赛结束完了以后看不看的话，看不了完整的。到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看直播，你们就可以从什么时候看回放。当然这个回放还是不行，在之前的。小赵刚才有一点点小想法。那大家的状态也非常好。台湾流氓小看哦，不会轻易认输。从个头上来讲的话，他高度比小藏獒还要高一些啊！小藏獒从身高来讲，它并不高，但是它这头赛牛比较粗啊，比较壮实，力量也是比较强。从左和中腿呢，左和中腿呢，两米零五呢，第一组马子。现在两头赛牛是到底是哪一头抠哪一头啊？看不出来，都在相互抠。对，七连冠，肯定不是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由于这种是全场赛，而且每次的夺冠，当今的斗牛特别是商业斗牛，但是每次你是达不到冠军的。姚姐姐，真好。现在大家看小藏獒抠倒，非常怂一套，怂一套，典型，小藏獒非常怂一套。大家可能在这里，快来，一二三，牛，快！等我看到第一轮的比赛，在我们石林啊，第一轮的比赛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小藏獒对手，他都不会输。哎，这个小藏獒好会抠，哎，连续两抠，两头在那边接近啊，都跑进个帽。啊，球表的鹏鹏，你看一下，可是你网络不好。前面的鹏鹏，你看多少次球？来，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这边目前是比较正常的哈。打过的第四打的，老哥，老哥王超表，这个毕竟的在下，老哥在上面。小藏獒不是说没有输过，我刚才说的是大杂家输定了，应该是2019年还是2018年啊？杨总蛮是购买到我们是参加商业比赛的，他在第一村也是多次出场，他第一轮从来没有输过，不管是遇到多强大的对手，虽然第一轮是非常稳的，可以稳的，但是我是不期待哈。哎呦，小藏獒还小啊，但是差一点自把自己碰的差一点往侧边倒了。这一组的对决也是啊，清奇的。对决啊，其实很多牛迷都知道啊，西湖军团跟我们的杨总有亲戚关系，他们的赛牛包括上届的比赛，好，各位朋友们，现在是小赛豪和九号一起零一，还是有过对决的，先锋车和先锋车的军团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些都是这些打直子还是直子在打突击位，十子加的是九号，舅舅加的是189号。我目测看的是现在是回报，是热回报，还是热水死的热，还是热水死的热，死了就这，抓紧时间，进入场了。水油温呢？左号与本呢？左号与本呢？还是等施救，还是等施救。四个六腿二十二，四个六腿二十二，四个六转，一方就完了，躲到里面了。左方举枪的羽腿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先锋金团这头九号。先锋金团的九号这头赛牛是最开始是秦店马总的金科一号，这头赛牛参加四中罚款的比赛，四部县的比赛获得冠军，后面又参加了。
白舞的比赛跟云野弯道对决过，被云野弯道不慎拍脚的时候有一只眼睛打爆，后面又参加过贵州一个邓雨产的比赛获得过亚军啊，转让到了贵州。好，我们坐在我们中国人向前，男的先锋，我们四根长脚拉脚绳啊，四根拉脚绳要随时准备。好，以防刚才一样出现一个套不上的话，另外一个要及时补上。我们还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刚就别了，别给了，拿好，待会儿苹果菜单里的是否九号赛牛？在得知直接从贵州买回来，染在本邓油厂备战。拉好，一二三，拉好。不是一波啊，拉不动啊！一波啊，好穿的高高领领带，下次背得特别喽。大杂交这头赛牛啊，在原北非这个大赛的时候是获得第六名。小然后首次从南市来到云南参加比赛，也是在本邓油厂，是获得第五名的成绩。这头赛牛曾经和伊拉克牛王、和欧的狮王都是打过。啊，这个比赛我们也是从本季牛第二轮的打斗开始啊，才给大家直播，所以你们比赛结束完了后看不完的话，看不了完整的。到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看直播，你们就可以从什么时候看回放。当然，这个回放还是不需要再出现的。小三啊，刚才有一点点醒吧。大家讲的状态也非常好。轻易认输。从个头上来讲的话，是捏的啊，捏的话的高度比小藏獒还要高一些啊。小藏獒从身高来讲它并不高，但是它这头赛牛比较粗啊，比较壮实，力量也是比较强。那左和中腿呢？左和中腿呢？两米零五呢？第一次，第二次。现在两头赛牛是到底是哪一头抠哪一头啊？看不出来，都在相互抠。对，七连冠。这肯定不是。而且每一次的夺冠，当今的斗牛的比赛上也都有，但是每次你是打不到冠军的。你要听说。真的大杂交被小藏獒抠倒，给他怂一套，怂一套，别气，小藏给他怂一套，大杂交的赛牛，好，快等，来，一二三，赛牛，快，等我看看第一轮的比赛，在我们石林啊，第一轮的比赛他从来没有输过，不管遇到多强的对手，他都不会输。哎，这个小藏獒反会抠，哎，你是两抠，两头赛牛，接近啊，走好这个帽，走好这个帽。啊，球表的鹏鹏，你看一下，可是你网络不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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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